真爱，核心协力救地球，武林高中环保自治力，核心协力救地球。今天跟着武林高中的同学们一起闯关救地球，看他们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发挥最佳的团队力量。又是哪一队可以最快完成指定题目呢？紧张刺激的游戏，让我们看下去吧。哎，钢琴跟环保有什么关系呢？环保音乐区，所以这边的东西都是用回收的物品做的吗？对啊，我们回收各式各样的锅碗瓢盆做成的乐器。啊，没想到锅碗瓢盆也可以演奏出美丽音符啊。那这些东西，这边都是我们利用民众捐赠的一些大型家具了，然后透过师傅再制的一个再生木作品。发挥想象力，动手玩创意，究竟协力凯欣与核心博荣要怎么让二手回收物品获得新生命呢？看同学们这么卖力，可是得分的关键。最重要的是团队之间的默契以及过人的运动能力。哎，这个中了，厉害哦！我是核心博荣，我是协力凯欣。大家好，我是刘尔金。哎，在上一集呢，我们已经把这个我们武林高中的环保尖兵两队已经都选出来了，还隐藏的队员也找到了，对，哎，就知道呢，我们武林高中啊做了很多的这个环保工作，还有环保志工，对不对？对，也响应同学来去做净溪的动作啊，是，还有相信这个武林高中的同学都很强啊，也借由来参加的游戏呢，来呼吁更多的同学参加我们的环保的工作，对不对？对，毕竟我们地球只有一个嘛，我们要常常的做环保。是的，核心协力做环保，未来生活一定好，掌声鼓励一下。耶！武林高中的同学们在经过三轮刺激的海选，有六位环保精英脱颖而出啦，想必他们的环保知识力一定非常的丰富。在寻找隐藏队员的过程中，博荣来到了中庭。我找到提示二了。协力凯欣找到藏在美育馆的提示二后，顺利发现武林高中的绿能小组。两队在经过刺激好玩的游戏后，选出了最优秀的隐藏队友。有没有信心？有，那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好，加油！哇，找到我同学了，我三次都找到了。好，既然两队呢要进行这个争夺环保尖兵的最高荣誉，两队要有一点精神。我们先来听听看两队的队呼。协力队由凯欣带领陈俊安、杨新月、邱敬浩；核心队由博荣带领黄从俊、邓吉燕、张允豪，当然还有我们的隐藏队员协力队杨成瑞，核心队林子璇。我们今天好，从协力队先开始好了。我先吗？对，来协力队来对呼一下。好，同学靠我近一点。预备起。五六七八。昂首阔步，武林高中齐心协力，加油加油加油！耶！好，掌声鼓励一下。好，我们现在看核心队的队伍。好的，我们来站开。好，武林高中，武林高中同学真可爱。核心小队，核心小队，环保最厉害。哦，耶！哎呦，哇！从队伍上面看起来呢？协力队呢就弱掉了。好，今天就宣布我们的核心队获胜。耶、yeah! ！还没有玩游戏、哦，还没有玩游戏啊？对，玩了就知道了。哦、真的啊、哦？对。所以虽然说队呼不是很有精神，跟队长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队呼并不重要，对，精神很重要。对，要有这个运动家的精神，游戏要玩到这个淋漓尽致。环保工作也是一样，核心协力为什么叫核心协力？就是越多人来做这件事情呢，环保工作越容易完成了。没错。好，马上进行第一个游戏，叫做“环保拼一拼”。环保拼一拼游戏规则：两队计时，以团队合作的方式进行拼图游戏。题目分别是回收标志、环保标章以及节能减碳行动标章。比较快完成两幅拼图的队伍可以获得五分，第二名可以获得三分哦。环保拼一拼，顾名思义，当然是要你们拼图了。但是要拼什么东西呢？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武林高中卫生组的组长林玉任，林组长。组长好。哎，组长你好。那个，这个我们的武林高中同学都很有环保知识力，对不对？啊，对。对，今天呢，叫他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环保标章啊。有三个图要拼，对不对？有哪三个？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回收标志，那它代表的是一个资源回收再利用，然后万物生生不息的一个精神。生生不息。那它放在产品上，就是代表说它是属于可以回收的物品。好，第二个呢？然后第二个是环保标章，那它是一个绿色树叶，然后包裹着一个纯净的地球，那代表是可回收，然后低能源的一个回收的理念。是，对。然后最后一个是节能减碳的行动标章。哎，这个比较。很少看到哦，最还蛮新的标章。那它是政府为了为了让社区跟企业为了能够推广节能减碳的一个措施，所以特别推动了这样的一个标章。同学都看到了吗？前面有三个不同的拼图，是好选两个，请问核心队你要选哪一个？你们要选哪一个？我们要选哪一个？选哪两个？选哪两个？这个跟这个房子环保标章跟这个节能减碳行动标章。那协力队呢？我们来看一下，你们想要哪两个？不要这个、这个有很难吗？回收有很难吗？核心队呢，选的是环保标章，对不对？对。跟节能减碳行动标章。那我们也是一样，你们也选一样的、啊？对。选不一样嘛？他叹了一口，好长的一口气哦。好了，都选的是节能减碳跟行动标章。OK， 哪一队先开始呢？来，剪刀石头布，队长来。剪刀石头布、啊、你要选，我赢了耶、yeah, 下一关赢了，所以是你想太多吧。你要选先攻还是后攻？后攻。同学说后攻。好，来，我们请协力队先开始环保拼一拼。好，现在两个不同的标章都全部散落在这边了、哦、是，我们比的是时间，想想怎么样拼，先拼哪一个，后拼哪一个。好，核心队环保拼一拼，计时开始。我们现在听那个节能减碳行动标章，你有没有看到上面有字？你先把这个给他们，现在节能，然后减碳，然后行动标章在这里。混乱。上面有看那个房子，啊，是吗？有图可以看吗，金哥？不可以，房子的形状，稍微找一下。你帮我找一下房子。在你的后面。哎、欸。你来看一下有没有平？在哪边呢、啊？再给你们瞄一眼，瞄一眼，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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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瞄一眼。可以了吗？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呢？到底是上面？哎、欸，它有烟囱，它右边右上有烟囱。困惑，好了，给你们看一下。阿金哥，等一下我们也可以看吗？都是圆的，不给你们看。偏心。好了，这能拼好了吗？好，换下一个，继续下去，时间还在计啊，时间还在计算呢、啊那個，你们以为？没有限时间的，先贴中间，它有白边，到底是哪一根呢？把白的先挑出来好了，因为白的应该都在旁边。在这里，大家看一下哦，看一下哦，看一下哦。什么？哦，长得很像鸟。对，是一只鸟哦。是叶子。是燕子啊。燕子。你怎么知道？包住地球，刚组长说的。哦，燕子包住地球，对对对。可以吗？燕子包住地球。已经过多久时间了？2分40秒了，还没拼出来啊！过十分钟了，过十分钟了。看到，看一下啊、哦！我只能给你们稍微看一下。加油！这白边有需要粘上去吗？当然要啊！好，白边还是要粘上去的、哦。任意的粘在四处，先把那个叶子拼出来之后，白边把它对，要把中间先拼好啊，中间先拼出来啊！真的假的？三分三十秒，可以。好，这个粘上去，白边粘上去。到底，加油！根呢？加油！我们好了。好，来，都拼好了，对不对？拼好了。哇，第一个是节能减碳行动标章。是。看一下，你们排的实在是很歪斜哈。抢时间嘛，尔金哥。好，很歪斜，但是。但是这个是对了，是对的啦。拼对了吗？好。拼对了。拼对了吗？你们自己觉得？拼对了。对啊。听起来很心虚。他们把两个图都拼完了，用了多少时间？3分50秒，时间有点久，但是没关系，我们来看看协力队会用多少时间。来，欢迎协力队。核心队花了3分50秒，虽然时间有一点长，不过在同学充满默契的合作下，总算把拼图完成了，大家都非常棒。后攻的协力队表现又会是如何呢？好，换协力队了啊！协力队这个看到。核心队的这个经验，相信他们一定应该可以拼得更快。有没有信心？有。
好，现在我们两个一样的已经散落在我们这个桌上了啊、打散了啊、洗得很干净啊。是的，环保拼一拼，协力队，请计时开始。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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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加油加油！这个在哪？这个在哪？行，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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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吗？还记得吗？长什么样子？还记得吗？要不要看一下？大概有点。我说大概有印象，哎呦，很有信心哦。不要掉下来、哦，对吗？对吗？右边对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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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是这样子的吗？哎，那怪怪的哦，不对哦，还在看一眼吗？想看一眼吗？好了，看一下啊！加油！这个是看起来动作好像比较快一点哦。对啊，是吗？嗯，是这样子吗？好，哦，是吗？好了好了，好了吗？不要掉下来哦。先搞那个，很快就很像头了那个。拼完第一个几分钟啊？一分十五秒，哇，很快耶！哦，这个比较难，这个可以不用给你们看了啊？要不要看？要不要看一下？这不用看，要不要看？要不要嘛？要说要嘛？加油！五、四、三、二、五秒钟！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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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看一下再叫我啊？啊？来帮他看一下啊！好，不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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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的也要粘上去哦，加油！不要歪掉，中有一个没粘好，对。不要歪掉哦。掉，金哥，不是我不粘。好了吗？好了。你们说完成？完成。来，请交给他们两个，把手扶一下就好了。来 ，OK， 两位又完成了，很快耶。很快啊。好像蛮快的哦。是不是？对不对呢？对啦。对一下啊、哦。环保标章看起来蛮像的，对啦，对吗？对吗？节能减碳行动标章，对。哎，箭头，哎，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好了，好了，好，恭喜完成。耶！他们的时间是多少？两分二十五秒。核心队的时间是多少？三分五十秒，所以整整快了一分钟。恭喜协力队，恭喜！快速完成可以获得。五分，核心队可以获得三分。好， yeah. 马上进行下一个游戏。哇，协力队的实力果然不容小觑，观察力入围，团队默契似乎也更好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环保拼图完成了，在这一关获得了五分，暂时领先核心队。两队都要继续加油哦。进行下个游戏之前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既有游戏又有这个行脚介绍的节目，是的。所以在游戏之前，要先看你们带我们去哪里。我们这次要去一个看得见声音的地方哦。声音看得见，是啊，没错。而这些声音还可以玩哦。声音可以玩？难道是一个地方挂了很多音符，然后打就有声音吗？你看了就知道。实在是很好奇，来，赶快来看一看。是来上音乐课的吗？我们今天是来体验音乐的奥妙。音乐的奥妙，没错。体验奥妙之外啊，这边的钢琴都很特别哦。是怎么个特别法啊？音乐的奥妙与环保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来到东河音乐体验馆，这里设计了一系列的环保音乐课程，可以让来参访的民众有不一样的音乐体验。凯欣、博荣带大家去看一看吧。博荣啊，这是我们体验音乐的第一站哦。这些是什么啊？就是我们请我们的哆瑞咪老师哦。老师你好。老师好。老师，为什么这些钢琴长得都不太像钢琴啊？我们体验馆啊，平常都有在做回收。那我们将回收来的钢琴重新整理、加工，这些啊，都是我们回收来的钢琴做成的哦。哦，原来回收再利用啊，不仅可以减少垃圾量，而且很好玩呢。对啊，重新再利用变成很好玩的教材哦。这样子体验永远是一个很新鲜的经验呢。对啊，那我们可以试试看吗？好，来。每种声音都不一样。
回收的钢琴再制成新的音乐教材，你们两个从来没有上过这样的音乐课吧？钢琴结构教室带大家体验不一样的音乐。哎，这边不像有乐器啊，到底是哪里啊？哦，老师，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啊？这边是我们的环保音乐区。环保音乐区，所以这边的东西都是用回收的物品做的吗？对啊，我们回收各式各样的锅碗瓢盆做成的乐器，你们要不要试试看啊？好。这是我们的环保门铃。环保门铃，我们刚刚玩这么多环保的乐器啊，然后那些东西都是我们平常看得到的。那它会不会很难做啊？有些会花一些功夫下去制作，那有一些就很简单。你们要不要试试看，像这个环保门铃？好啊。环保音乐区，这些回收物真的都可以变成乐器，而且这里不单单只是介绍乐器，还可以让民众亲自体验如何制作。像这个环保门铃就是利用瓶瓶罐罐再制而成的哦。核心协力，你们快跟着老师学习怎么制作吧。我们现在来做 DIY， 这个是用钢琴零件做成的手机座，它是棒棒呢，一根一根把它粘起来，再粘上我们的音锤就完成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环保门铃，你们刚刚有玩的，就刚刚我们玩的那一个，对不对？那现在要怎么做呢？它有一根棒子，你把它穿底下，有钻的左右各一个洞，这边对。然后上面还有两个洞，那是绑短的绳子当提把的。这边绳子呢有一长一短，短的要绑上面当提把，底下呢打结之后它是绑在下面拉的绳子。那这样子都做好之后就完成喽。好，那我们就开始来做吧。好。啊，原来制作环保乐器这么简单呢！回收家中的瓶瓶罐罐就可以自己动手做喽。像这个环保门铃，还有创意手机架，都是用回收的材料就可以完成的，是不是很简单呢、啊？东河音乐体验馆不止让来的民众学音乐、看音乐，还可以教大家如何打造属于自己的乐器哦。原来是让很多乐器再生重生的地方，是的，对不对？这是送给你的礼物，哇，好可爱哦！有我的名牌耶，我也都有。这个是回收的钢琴琴键，你知道什么音吗？哆瑞咪，不知道，没办法了，他没有绝对音感。他实在是，感觉他应该不会唱歌来。哆瑞咪，哆瑞咪。哆瑞咪哆哆，掌声鼓励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首歌你们可能没听过。对，这是一个古老的民谣。哎，你怎么知道呢？这首歌这不是民谣，这是一个玉女歌星的歌啊！真的假的？没听过啊？没有，没听过。哆瑞咪哦，哆，我知道。瑞咪哆瑞咪是哆哆。算了，这个他们不知道。杨林吗？什么？哇，你竟然知道这首歌啊！我妈跟我说的。杨林的玻璃心啊！哎，好可爱，真的，我挂起来，我挂起来。我们都带着。噔噔。哎，怎么样？哎，好，就是去参加东河音乐馆，对不对？是的。这个纪念，哎，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是用。这个我知道，这个上面我知道。什么？这个就是那个钢琴呐。什么？按那个琴键，然后用会
启动这个东西，打那个琴弦，对，对不对？这是琴锤，这琴锤对哦，叫琴。我怎么解释这么多两个字嘛？对，它就是琴锤。琴锤。那这个下面的，这都是钢琴的琴锤，它上面的那个、哦、琴锤那个竹制的东西，然后来做的。这是什么？金哥，你猜猜看。这个就是，这是二字啊啊，手机架。我不知道，这是个手机架。哦，这个东西是手机架是吧？对啊，可爱吧？哦，可以放手机。那你是什么东西？你猜猜看，那是什么？我手工做的、哦。风铃吗？接近。哦，我不知道，不知道，你示范一下。好，二姐，你帮我拿个麦克风。你看、哦。嗯。哎。哦哦，我知道，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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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什么？来，高山起。浅水蓝，噔噔噔，哎，对，乐器不是这样子使用吗？这个是门铃啦，门铃，门铃。可是我门铃的话有点小声啊，如果十几个人一起用这样来演奏这个东西的话，应该会蛮大声的，对不对？还蛮壮观的，它是个环保门铃。高山青，噔噔噔，哎，我算了，残废我的手，哎，我的手废了，好。哎，不错，蛮有意思的地方。那我们就利用我们的乐器来进行我们的游戏，环保响叮当。环保响叮当游戏规则：两队以两人三角的方式进行抢答，最先敲响环保门铃的队伍可以获得答题权。第一个答对的可以得到5分，第二个答对可以得到3分。协力队、核心队，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是的，环保响叮当游戏很简单。我这个游戏呢只有5题，但是呢必须要先取得答题权。同学们都知道了哈，知道，没有问题哈，没有。好，第一题，预备，开始。加油，小心，加油，小心，小心，各位小心，加油。好 ，OK，OK。腿长不太一样。好，协力队获得答题权。对，我国持续推动资源回收再利用，希望达到垃圾零废弃的目的。嗯，我国目前垃圾处理方式以哪一种方法为主 ？A. 掩埋 ，B. 焚化 ，C. 填海。有三个 A、B、C。不可能是 C。焚化。我国目前垃圾处理方法以掩埋为辅，并持续推动资源回收再利用，希望达到垃圾零废弃。所以掩埋为辅，那什么为主呢？焚化。答对了，焚化为主。下一组，来，请在起跑点上准备。加油哦！好，下一组，默契。要加油，默契哦。你们两个平常有认识吗？不认识。那你会介意把手放到他的肩膀上吗？不会嘛，你手放到他的肩膀上，因为会比较好跑。对，你也是把他放到肩膀上，对，这样会比较好跑。这样会比较好。预备，一二，开始。加油！小心！哎呦哇！来，好，核心队取得抢答权。请问以下哪一项物品是不可回收类 ？A. 影印纸 ，B. 报纸 ，C. 砂纸。讨论一下。是什么？答案是，快！C 砂纸。回收纸类前需先除去塑胶封面、胶带、线圈、订书针等非纸类物品，装成一箱或打包成一捆，交资源车回收。但是这种纸是不能回收的。答案就是砂纸，恭喜！耶！下一队请准备，预备，开始！加油！小心！小心！你们的速度，小心！好，回来！回来！从旁边。好，协力队获得答题权。以下哪项物品属于可回收铁制容器？铁制容器。A. 各类气体钢瓶。B. 灭火器。C. 铁锅。请回答。可回收。铁锅。你们有没有别的答案？各类钢瓶。嗯，是可以回收的。嗯，好。在回收铁容器及其他铁制品的时候，应先倒空容器内的残余物，用水略微清洗。这是回收铁容器的这个标准、可是各类气体钢瓶、灭火器不能回收。在丢弃的时候，必须要先打洞卸除气体，避免危险。也没办法打开里面去清洗的。所以答案是铁锅。恭喜答对。来，下一队，加油，加油哦。
加油，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小心小心，加油，开始小心，哎呀，回来吧，回来吧，核心队这个这一招很厉害啊，核心队我那个他，你们这个是直接先往斜切，对，直接斜，把对方的道路先截断，是，对对对，好，足球队嘛，足球队，足球队，足球队，好，来来来，你这个题目换你们了啊，好，题目来，我国塑胶材质回收辨识码引用美国塑胶工业协会在1988年所发展出来的塑胶辨识码，请问 PET 也就是俗称的宝特瓶的辨识码是几号 ？A 一 ，B 三 ，C 七。一吗？是你们知道吗？是一吗？是。答案是一。一，有没有别的答案？三。三。确定。好，三三，你说你说一，他说三，是紧张哦。七是其他类，嗯，三是聚氯乙烯 PVC， 哦，四是低密度聚乙烯 LDPE， 五是聚丙烯 PP， 聚丙乙烯是 PS， 发泡聚丙乙烯就是宝丽龙，嗯。高密度聚乙烯是二，叫做 HDPE， 一就是聚乙烯对苯二甲酸酯 PET， 俗称宝特瓶。恭喜答对！耶，我们答对了，好难哦。这真我念了那么多，我连我自己都不太懂哎，还真的不真的真的不太容易耶。马上知道是一耶，你有在注意那个底部的那个标？对啊，新闻看过。好哟，不错哦，好哦，有在看新闻。答对了，好。你虽然答题很厉害，可是能不能协调一下？可以协调我们一下吗？啊，不行啊！你右一，我们都出中间嘛。一，你是右脚，他是左脚。一二一二，你是一二一二，我数一二，你们开始哦，预备，来，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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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可以了，一二，对吧？对吧？对吧？可以了，自己数一二，好不好？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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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你们成功了，你们突破自我了，会不会这样子跑出感情来？啊、哦，不会了啊、哦。好，好，经过特训之后，应该会快一点了哈、哦。太好了。下一题，在念题目之前，请准备。准备。预备，开始。加油！加油！加油！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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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协力队那两个根本就是。走得很轻松，非常的轻松，两个完全不协调的，加油，没关系。你的脚步太大了，要配合女生的脚步。啊，最后一题了，耶！但是不一定会答对啊。会，会。请问，完全由植物中萃取出的淀粉，经过发酵、去水及聚合等过程制造而成的塑胶材质叫什么？植物。APS、BPLA、CPP。植物，请作答。你们知道吗？植物。C。C。P P。有没有别的答案？有，我们是 B。P。P L A。P L A。P L A。到底是什么？好紧张哦。这个东西是完全由植物，比方说玉米啊、甜菜啊、小麦、甘薯等，里面萃取出来的淀粉，经过发酵、去水及聚合等过程制造而成，是具低碳、低耗能的环保优势。这个东西就是 PPPLA，PLA。恭喜你们，我们答对了。好，这个单元两队的分数是怎么样呢？核心队得到13分，实力队得到10分。哇，就差在这最后一题了，对不对？就是 PLA 了。好。我们刚刚第二阶段应该是有些微领先哦，恭喜你们！我觉得我们好棒哦。哎，你们两个刚刚真的好可爱哦，你们刚刚两人三角的部分，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你会一直踩到他？因为他跑得比我还快。哦，步伐不一样是。好，没关系，靠你们两个，你们两个是我们得分王。还好最后一题的时候，他们答错，然后我们些微的就是超越他们。哦，我觉得这好惊险哦！好啦，我们现在又些微领先，但是我们还有第三阶段的游戏，那我们要继续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第一关是赢，对不对？我们赢几分？2分啊！然后我们刚刚那个哦，
两人三角真的好可惜，刚刚是我们领先，可是我们答错，那个是什么？我真的记不起来，太难了啦，真的太难了，我根本上课都没有上过那种东西。没关系，那我们刚刚第二关输几分？三分，前面赢两分，然后刚刚输三分，所以我们现在差一分啊，一分分数很好追，为什么呢？因为第三关就是我们追分数的机会，最高分一题就有三分哦，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就加油一点。你知道雪莉姐姐很久没有赢了，我靠你们了，加油！要进行下个游戏之前，我们又要出去看一看了。去哪里呢？是我们要去一个聚宝盆的地方，可以聚宝的地方。是的，那里什么都有哦，而那个地方充满着许多故事哦。跟宝藏有关的故事吗？不是。OK， 有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到底什么地方？赶快来看一看。夏店感觉风格很多元呢。没错，这里的桌子啊、椅子啊、摆饰啊，全部都是用回收的家具再制而成的。看不出来耶，好特别哦。对啊。博荣说的没错，这里的桌子、椅子还有摆饰都是用回收家具再制而成的。这里是木匠的家关怀协会。他们不只创造了一个空间，能够让民众喝喝咖啡、休息放松，而且将回收资源的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木匠的家吧。哎，小姐，请问一下，这边它算是一个咖啡厅吗？哦，对，我们这边就提供民众一个免费的咖啡以及空间可以享用的一个社区咖啡馆。免费的咖啡跟茶？对。那这些东西，对啊，这边都是我们利用民众捐赠的一些大型家具，然后堪用的木料我们都会留下来，然后透过师傅再制的一个再生木作品。再生木作品可以做的这么精致哦？对啊，好漂亮哦，漂亮哦。那除了这边的商品之外，还有别的吗？有，我们右手边进去就是我们一个工业二手店哦。工业二手店，对，在哪里啊？哦，我们在这边走过去右转就到喽。那边吗？对。然后我们去参观吗？可以啊，走。木匠的家关怀协会平时就积极推广二手物回收以及家具再生，很多废弃家具经过整理维修后都可以再使用。这边有那么多漂亮的文创商品，都是由再生木制作的哦。所谓的再生木是木匠师傅将不能再维修的家具木料取下来，因为太小或是无法再使用，发挥创意加上巧思加工再制而成的作品，每一个都具有特色与环保意义呢。请问一下，你在做什么啊？我在修电器。哦，修电器，怎么会来这里修电器啊？当初来到这里是就业服务站转接过来的。我在这边修电器大概有10年的时间了。怎么会待那么久啊？从小就有这样的兴趣，就是插电会动的东西啊，我都很有兴趣的，就一路走来就是这样子摸索。那现在修这些东西是？这是民众捐出来的啊，然后有轻微故障，经过这里简单的修复以后，再次上架，让电器重生。哦，那可以修给我们看吗？当然了。木匠的家所雇用的员工都是一些身心障碍者或是中高年失业的朋友，一方面积极推广回收利用，另外一方面也协助并训练弱势朋友修复的技能还有工作能力。他们成立环保义卖店，至今已修复数万件家具，帮助了非常多人获得重生的机会。有许多民众会主动提供二手物资，这边啊真的是一个藏宝库，哎，什么东西都有哦。大哥，你好，请问一下，你现在在做什么啊？
我们做这个是回收木头做出来的锅垫，垫桌子的，就是垫锅，放在桌子上面，锅子就把它放上去，就不会烫到一个洞的。那这个都是回收的木头做的。对，回收的家具我们不要，那个不能修的，我们就把它木头一条一条，就把我们都把它拆起来，切成这个小片。条状。那大哥，我们可以帮忙做吗？你帮我们把它磨成啊，很细，这样磨起来不会刮的，是磨啊，要用砂纸，这样砂纸磨。好啊。那大哥，这个大概要磨到什么程度啊？磨到毛毛的球都没有了，这样不会去刮到那个手磨起来感觉很舒服，滑滑的这样。哦。要把这些边边的这些毛边角角的毛毛的再把它磨掉，这样才不会毛边，它不会伤到手。嗯，就不会伤到手。在木匠的家关怀协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在这里可以使二手物品拥有新的生命，也可以训练弱势的朋友有独当一面的能力。每一件再生木作品都是师傅们亲手一个一个制作的，我们要更爱惜物品，不要轻易的丢弃哦。开封有国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哎，你们两个怎么变成王朝马汉了？他拿着大刀在我包青天身边呐。金哥，这不是刀啦，这什么啦？这个是杯垫。哦，杯垫这么大呀？对啊，这是用回收家具做的。你们做到一半的半成品？对，这是半成品，我们还没有拆迁。回收家具把它弄成一条一条，然后这样拼在一起。对，这个非常有巧思哎，颜色还有选过，还有选过吗？嗯，哇，这样蛮漂亮的。哎，蛮漂亮的。经过裁切以后呢，就可以拿来当做杯垫啊，哎，或者拿来当做这个电锅子的隔热垫啊。对啊，对啊。哎，对的，没有错。我们一再这个呼吁大家，很多的东西不要把它当成垃圾，要记得回收，因为垃圾可以变成黄金，让很多的这个废物就可以再生了，对不对？对，好，那就利用你们两个带来的这个很像拍子一样的东西，我们来进行我们第三个游戏，一拍。集合！一拍即合游戏规则：两队各有三分钟时间，答对问题就可以用木质的拍子把乒乓球打入3公尺外的九宫格，格子内的数字即为得到的分数。这一关啊，不只要考验环保知识力，也要挑战同学们的稳定度啊！不要急，看准再出手。哪一队先开始呢？核心队先开始了，核心队目前好像分数比较高一点，所以你们先开始。好，核心队先开始，计时3分钟，计时开始。关于环保署公告应回收废弃物的项目，何者是错误的 ？A. 日光灯管 ，B. 工业用的镍镉电池 ，C. 干电池。请作答。B. 答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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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加油！环保署推动资源回收四合一计划，主要是透过下列何者先进行垃圾分类 ？A. 地方政府清洁队 ，B. 回收商 ，C. 社区民众。哎，答错，应该是社区民众啊。社区民众。关于第二类环保产品的叙述何者正确 ？A. 属于环保署公告之环保标章产品 ，B. 原料符合再生材质 ，C. 通过 ISO 19000认证即可，请作答。答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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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大力哦！加油，准准的，准准的，太高了。什么样的产品可以取得环保标章，并被视为环保商品 ？A. 取得 ISO 14001即可。B. 只要是可回收的产品都算是环保商品。C. 成为该类产品环境表现最优的前20%到30%，并向环保署申请认证，请作答。B.错。为了避免过度砍伐树木，何种方式是错误的 ？A. 进行纸类回收再利用 ；B. 提升砍伐技术 ；C. 有规划地分区砍伐。B. 错误哦。错误。B. 对。B. 错。有规划的区分砍伐。下列哪一个是容器类回收三部曲的其中之一 ？A. 冲洗 ，B. 分解 ，C. 贩卖。快！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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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轻轻的轻轻的轻轻，太轻了，太轻轻的轻轻，太轻了，太轻了。下列何者是铁罐的特征 ？A. 罐身有接缝
B 直清运输成本较低 ，C 一体成型无接缝。哎，对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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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队的，哎，给他上了！加油！足球队的，哎，给他上了！你好厉害啊！关于废电子电器回收，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A 电话洽询清洁队 ，B 透过资源回收网协助 ，C 电话洽询消防队。C 答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小丽！加油加油，小丽！关于回收纸制品环保标章规格标准之环境诉求，何者错误？错误的啊 ！A. 卫生纸的回收纸混合率因为100%。B. 擦手纸的回收纸混合率因为70%以上。C. 再生纸含50%以上回收纸的混合率，请解答。B. 答对。加油！哎，准就好了，你是最后一个。准准的，准准的，加油，准准，加油，啊，加油，啊，没关系。好，我们的核心队得到4分，很高啊，耶，很高的4分啊，不错不错。核心队在这一关得到了4分，力道控制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耶，好可惜哦，有好几次都差点命中目标了。有的题目虽然很简单，但是这些都是要注意的环保知识哦。没关系，核心队同学们表现已经很棒了，我们来看看协力队吧。好，现在换协力队了。对，好，你排第一个吗？对，确定？对，这么有信心？对，好，快点快点快点，计时3分钟，计时开始。请问下列何者不能当做旧衣来回收 ？A 衬衫 ，B 学校制服 ，C 围裙。C， 答对。加油加油加油！几分几分？加油加油！哇、哦欸，有有。加油！哦，有有有分数。关于旧衣回收的方式，下列何者错误 ？A. 政府核准设置的旧衣回收箱 ，B. 捐给慈善团体 ，C. 丢垃圾桶。C. 答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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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有达到，没有达到。若清洁队的服务态度不好或专业知识不足，而未落实资源回收工作，该如何反应 ？A. 拿垃圾丢他 ，B. 打去环保局检举 ，C. 打去消防局检举，请作答。B. 答对。耶、yeah! ！加油加油加油！哎呀！加油！哎呀！可惜了，连这个都要联系就对了。以下哪一项物品不可以回收 ？A. 铝箔纸 ，B. 手机电池 ，C. 铁罐。哎，答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呀，差一点。好，关于金属类的回收，何者错误 ？A. 铁罐通常比较硬，而且有接缝 ；B. 铝罐通常比较软，容易压扁 ；C. 铁罐通常比较软，容易压扁。C. 答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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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加油！分数分数加油！加油！分数分数加油！找到这个接缝处没有啊？可惜。政府会向特定业者回收取回收清除处理费。以下有关资源回收管理基金的用途何者错误 ？A. 支付因回收物品的回收清洁处理费补贴费用。B. 奖励回收系统及再生利用相关作业。C. 捐赠到慈善机构。答案是 C 啊 ，C C 答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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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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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三分，好，两分。关于社区垃圾分类方法，何者错误 ？A. 铝箔纸可以回收到铝箔包内 ；B. 有塑胶膜的纸张不可回收 ；C. 回收任何罐装物品需先清洗干净。答案是 A。哎，答对！吓死我！加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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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厉害哦！哎，废日光灯管被归类为有害垃圾的原因是什么 ？A. 含有水银。含有金属 ，C 含有塑胶。哎，答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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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三分啊！两分加油三分三分啊！两分。下列何者是正确的资源回收行为 ？A 将报纸丢入垃圾桶 ，B 可以将可以再利用的东西进行回收 ，C 只要东西坏了就丢掉。答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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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公布美国首相水再利用国家标准，以提升大众对于灰水及其他水再利用技术的意识和接受度，适用于商业与住宅现地水再利用处理系统。请问
题目中所提的灰水指的是什么水？是什么东西啊 ？A. 洗衣水 ，B. 工业废水 ，C. 发电废水。B. 答错。啊，答案是 A. 洗衣水。美国48%水并非用于饮用，一直洗碗洗衣后的水称为灰水。灰水处理过可以用来冲马桶或室外灌溉。哎，掌声鼓励一下啦！耶，回答的也不少了。到底今天两队呢，成绩怎么样？谁可以获得环保尖兵的最高荣誉？马上进行我们的颁奖典礼。在最后一关，协力队得到了7分。经过了三关紧张刺激的游戏，核心队与协力队可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究竟是哪一队能获得武林高中的环保尖兵荣誉呢？好，进行颁奖典礼之前，看一下上个单元一拍即合的这个分数。协力队得到7分，耶、yeah! ！核心队得到4分，耶、yeah! ！哎，在这个最后一个单元的这个些微的差距，差3分，会不会影响到总分呢？嗯，会不会影响到总分呢？到底哪一队是冠军呢？我们的总分，核心队20分，耶，20分。协力队几分？我22分。恭喜协力队，在我们那么多集的当中，很不容易的又获得优胜了。我终于赢了。你可以发表获胜感言吗？就觉得啊，原来我有这一天哦。真的。我平常曾做很多善事。有努力吗？我扶老太太过马路。啊，真的。真的。是是是，终于是好心有好报了。对。让你们这队赢得了这个环保尖兵最高荣誉，掌声恭喜！哎，当然了，我们这个核心队的四位队员有小礼物要送给他们，来颁奖，来恭喜你们获得这个回收再利用的小礼物啊！这是再生木作系列，上面写着少砍一棵树木，成就一件木制品。它有好多块木板，你可以拼接自己喜欢的颜色样式，然后把涂上胶，然后把它绑紧。然后打磨，然后就可以做成自己喜欢的这个样子了。哎，很有意义的这个小礼物啊。同时呢，除了这个小礼物之外，还可以得到经典杂志1年份。当然，一定要有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奖状了，完全由环保回收再生纸做成的奖状。哎呀，我很难得，我终于拿到奖状了。我很难得面向这一边，我也真的觉得好。感谢这四位同学以丰富的环保知识并身体力行完成拯救地球任务特颁此状，以之感谢。在我们这个协力的队长凯欣的带领之下，获得了环保尖兵的奖状，掌声鼓励！恭喜，我终于有这一天，非常恭喜我们这个协力队终于获得我们的环保尖兵了。当然了，这个不要仅仅感动而已啊，回家还是要身体力行。环保的工作呢，一天都不可以松懈掉，对不对？对。啊，对，想要知道更多的环保知识，想要带大家去看更多的环保的工作，就要锁定我们节目。我们节目就是核心协力救地球，环保知识力。好，下次见，拜拜。拜拜。